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应流。那现在这气温有点低，对，海边嘛，节奏太慢是吗？是不是这个音乐太悠闲了，导致了我们这个歌不吉利？是不是来点狠吧？看着汤没翻身。白姐，啊，有人要请补凉。我想问一下，灶锅醋的这个海鲜锅，小锅跟大锅是哪个适合两人吃的呢？那得看您的饭量，我得吃三个大锅。我们先点一个小锅，然后再点一个其他的鸡腿肉。对了，完美。要煮一会儿。小白一个清补凉，还有一个小的火锅，小份的火锅。对，你们点了一份这个是吗？嗯，清补凉。这是您锅。我们要一个小锅，一个油泼面，一个烤腿，一个清补凉。哇，补凉，小份的火锅。我来这三回，每天换一个新工作。第一天跑堂，第二天抻面，第三天哎，面糊。其实心里还是没有底。不知道做出来到底是什么味道，食客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评语评价？来，给您加汤。好，好的。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味道怎么样？还可以，那好吃。还可以哈。酸度。好吃。好吃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谢谢，慢用，慢用。也就那样吧。你是享受征服的这个过程吗？不是，我是一个做事就是特别容易放弃的人。那天我们过生日了，我跟男朋友不成为了。点一份清补凉，点一份清补凉是吗？姐，你知道你这有多火爆吗？姐姐，我们现在长毛了都快。你看昨天上大学那回那气氛。当那一刻你一下忙起来了，你才会觉得哦，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。我快做两包了，40多份了。但是当我们很咸的时候，说没有落差是假的，肯定会有。太咸了，就人觉得不对，感觉差不习惯。今天落差太大了，一会儿就一碗，一会儿就一碗。泼面吧，油泼面。对，那你老秦，哎，油泼面，再来个油泼面，哎，快，来生意了，快，上面条。哥，你继续蹲着呀。啊，废话。我一开始真的认为这边的游客会特别多。暖暖跟我们讲说，今天我们在景区，12点之后就没客人了。你看这小妹妹多好，还跟在那收东西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说实话，这个小妹妹太好了。是啊，阿暖，咱们没帮人卖多少东西，人家帮咱们忙活一晚上。怎么样？他这个味道的话，就感觉加了一种新鲜的感觉。所以你帮他们调了个海南地道的那个蘸的那个。对。哎，你的面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等一下。你有多一点哈，这大锅到现在没人点，大锅咱自己吃吧，咱自己菜。好呀好呀，太好了。如果我们不是艺人去做一个餐车，那他们经历的可能每天都这样，突然有一天特别火爆的，真的会回家很开心的。突然有一天不火爆了，那整个调过来以后，你就能感觉到他们的那种感觉。谢，真的是五味杂陈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
柏林。他不会再来人了吧？这边稍微晚一点点的话，就估计没有人过来了。对。收工了。收工啊！你先等一下，今天是最轻松的一天，你别跟我这儿装。谢谢谢谢，好幸福啊！好幸福啊！员工餐，辛苦了，很好吃啊！谢谢，点个赞。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周九良。周九良，我是说相声的。说相声。对。你们都是说相声。那个做面呢？老秦。老秦。他也是说相声的，他是我师弟。对。老秦比我大三岁。老秦比你大三岁啊？你是00年的？00年的啊？00年的都现在都那么干练了。喂，妈，你让俺家给炖妈给。慢点啊。哎呀，这姜还呀呀。再问点谁是？老弟啊，欧姆。也那不麻雀要么引证了，不聊，你怎么？睡个好觉。每天到了这点都告诉我睡个好觉。小的时候都是我妈给我做饭，我说妈，我饿了。我记得我来的时候说过，我妈会给我做炸酱面，大酱、鸡蛋，搅，拌一份面。就是每次我特别饿的时候，就想让我妈给我做这个。但是现在可能就会换过来，就是我妈特别饿的时候，我给她做一份。这是我真的，就是在这个节目里收获到的东西。